在立线体接触哈，就是停顿把那个立线体的部分再多延伸出一些能量的制造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从葡萄糖来看的话，在有机物的分解过程常常都是属于那个势能反应。所以葡萄糖呢可以先利用细胞质不管是真核细胞还是原核细胞，细胞质基本上是一个基本的这个参数。所以葡萄糖呢先在细胞质当中完成第一个阶段的分解，那它会先形成那个三个碳的有机物。将来你们会去需要去记一下，那暂时只要知道说葡萄糖呢可以先来一个比较简单的分解，那这个场所不用用到立线体，因为细菌没有立线体。原核细胞基本上它不具备那些用膜做的构造，像内脂肪、高吸湿体、易泡这些，当然也包括立线体、叶绿体，它全部都没有。我有一个最基本的，就是所有细胞都共同的这个细胞质的存在。那这个过程我们一般称为叫做糖解，葡萄糖的初步分解。OK， 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已经可以产生能量了。好，给你一个参考的数字，这不用背。大家看，你只要看到有机物有分解的现象，你就要想象这个地方应该有能量，释放出来，对吗？那能量的释放有很多种形式，光是一种能量的形式，热是一种能量的形式。可是对于这个生物来说的话，他想要去控制的是说，这样的分解过程当中能不能产生有意义的化学能量这个东西。对啊，因为细胞用的能量是化学能，所以这个能量一定要出现在某一种物质身上。ATP 基本上呢，就是绝大多数的生物、绝大多数的细胞、大部分的场合里面会使用的化学能。那这种能够代表能量的化合物，通常有一个大原则，就是第一个，它很活泼。跟白话的说法就是说，它很容易发生化学反应。所以 ATP 基本上呢，它能量很高，但是能量很高的物质很活泼，就基本上会带来一个负面的影响，就是它很不稳定。所以这种东西是不能放的，你需要的时候我才产生。然后你产生之后，最好马上用掉。你不用掉的话，你放着基本上它会自己分解。是这种东西的缺点。葡萄糖不会，葡萄糖基本上你相对来说的话，它稳定多了。所以接下来假设呢，以真核细胞来说，它现在呢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条件，就是很久以前有这样的一只蓝绿菌到真核细胞里面共生之后，这个原核生物呢就变成是真核细胞的一个制造能量的有力工具啊。怎么样的有力工具呢？因为葡萄糖在那个细胞质完成初步分解之后，如果它有机会进到立线体内，那立线体会先利用它基质，立线体会利用基质当中的这些相关的酵素，把任何丢进来的有机物，在这一个比较复杂的化学反应，它是一个绕圈圈的化学反应。你只要把有机物小分子的有机物丢给它，那它就可以帮你氧化，然后产生二氧化碳。产生二氧化碳等等。但问题是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要的。按照物质不灭按照物质不灭，这个三碳我们当然没有交代，可是它的基本元素组成应该是碳、氢、氧。那我们是利用，我那时候提醒你，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偷懒，就是使用碳的碳原子的数目来表达这个有机物的大小。所以这个三碳其实是在凸显，除非葡萄糖真的有分解的，因为葡萄糖六个碳。然后，所以接下来这些小分子的有机物，如果能够接触克氏循环的相关酵素，那它们就有机会完全被氧化变成是无机物。那这不是我们要的，听懂吗？二氧化碳跟水在自然界当中很轻易可以取得。真正的是这个分解过程，我到底可以获得多少能量？那很不幸的，这地方有一个小细节，克氏循环其实可以产生非常多的化学能。
好，可是如果他希望产生 APP 的话，他要再多一道手续。好，透过特式循环自己呢，其实可以产生两个 APP。好，那有获得当然不错啊。可是我们发现，以一个葡萄糖来讲，它完全分解不应该只有四个 ATP 的程度。这样子的话，我们从葡萄糖身上拿到的能量会有一点太少。那后来发现，原来粒线体基本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就是在它的内膜。那内膜为什么要形成这么多皱褶？是因为它的内膜上面呢，有一组非常复杂的这种能量的转换的系统，叫电子传递链。然后，所以细胞内膜的表面积越大，它的电子传递链的数量就越多。好，所以电子传递链做什么事情呢？它可以从特氏循环这边接收特定的化合物，然后呢，将这些化合物的能量转换成 ATP。我现在数字只是给你参考啊，这边呢最多会产生34个 ATP。这样就合理多了。如果你一个葡萄糖分解是产生了4个 ATP， 啊，你可能在细胞的4个动作的时候就用完了，啊，然后再回过头去算，以葡萄糖发生燃烧反应来说，它其实可以释出的能量不少。那我们去把4个 ATP 换算成类似那个氧化作用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发现这4个 ATP 真的只有一点点，不太合理，啊，所以原来粒线体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最重要的资源就是因为有电子传递链的存在，所以呢，它可以从特氏循环这个地方拿到一些特定的化合物，然后呢，将它转换成 ATP。所以这样一路加重起来，一个葡萄糖分解最多的情况之下，基本上可以产生38 ATP。可是这地方还有一个前提，因为如果从这样一路过来的话，整个呼吸作用的反应当中，反应物两个，产物两个，对不对？反应物葡萄糖出现了，产物哪里出现了？产物这个地方已经有些暂时出现两个了， okay， 所以显然的还有东西没出现，就是氧气。好，很不幸的，电子传递链它要运作的时候需要氧气的参与，你一定要供应氧气给它，它才能够运作。OK， 那氧气用掉之后会产生水。对，你在想那个呼吸中的反应是葡萄糖跟氧的氧化作用产生二氧化碳跟水，加化学呢？加化学呢？这样，所以如果我们把原本你们所熟悉的呼吸作用的反应式写一下的话，就不平衡了。对，以前的写法是，这个地方不是笼统的加了两个字叫做能量，对吧？你现在把这个能量两个字把它砍掉，然后在这一边啊，再加上 ATP 跟磷酸根，这边呢再加上 ATP。对，我们是希望葡萄糖的分解过程当中，葡萄糖的氧化过程，它所释放的能量可以提供给 ATP 跟磷酸根，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之一，让它们两个可以结合，就产生 ATP， 要产生 ATP， 这个才代表我们终于制造出、转换出细胞可以利用的这个化学。这样 OK 吗？所以粒线体你要利用它，第一个当然是它存在才能够利用它，第二个如果你想要充分利用粒线体的资源，包括特氏循环跟电子传递链的话，我们发现那个关键落在谁手上？氧气。好，所以接下来问题来了，你的肌肉细胞上面肯定有粒线体，我们是真核生物，所以粒线体是属于我们细胞里面会拥有的工具。好，那应该知道，当你在剧烈活动的时候，肢体的活动量增加的时候，快速消耗氧气，所以会使得肌肉呈现缺氧状态。那这个时候，你应该会觉得运动能力开始有一点受到限制，很痛苦、很辛苦，对不对？好，而且你在运动完之后，很有可能会觉得肌肉有酸痛的感觉，这样，所以
当缺氧的条件形成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麻烦。立腺体这个工具明明是在的，可是因为缺氧，那你就没有办法充足的供应电子传递链它的运转过程需要的氧气的来源，对不对？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的细胞肌肉细胞它会自动走向另外一种这个处理方法，提前将这个三碳的化合物，然后转变成为乳酸，乳酸应该经过乳酸菌，有没有？乳酸基本上也是一个三碳的化合物。好，它会提前呢，肌肉细胞万一在缺氧的情况之下，它会提前将葡萄糖分解本来可以进入立腺体的那个三碳的化合物，让它直接转换变成是乳酸。紧接着这个乳酸呢，就从肌肉细胞被排出来，然后看看要去哪里解决啊、比如说把它处理掉，这样可以吗？好，所以这个时候呢，能量的制造很不幸的就会到此为止，因为没有立腺体这个资源可以继续把有机物完全氧化，然后释出更多的化学能。所以如果走这条路线的话，它主要是要解决那个三碳化合物它的过度累积的问题因为这个东西对细胞来讲有一些毒性所以如果能够稳定的消耗没关系，那你没有办法把它消耗掉，只好把它换成一个比较不同的。所以乳酸这个时候它就会变成是一种代谢废物，然后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处理的就是如何去把这个代谢废物把它给处理掉，对吧？所以像我们的肌肉，我们的肌肉细胞在缺氧的情况之下，然后刚刚提到乳酸菌，还有呢，乳酸菌在缺氧的情况之下，它们整个葡萄糖的利用过程会走往下的这条路线，这样好。可是这是我们，如果是植物的话呢，植物有另外一种处理的方法，植物的话会把这个处理成。乙醇是个两个碳的化合物，然后再加上二氧化碳，化学平衡比较简单，我留给你们自己去处理的。好，所以当植物的根缺氧的时候，我们发现，植物的根正常情况下，它会去利用上面的能量的制造过程，根缺氧的时候，它就开始走下面这条路线，所以一样走到。酒精跟二氧化碳就到此为止，所以接下来就是要把酒精、二氧化碳处理掉的问题。所以如果你看从往下，这是不同生物发展出来的能力，可是你往下面的这个路线都到此为止的话，也就是说葡萄糖分解看起来真的只能拿到几个 ATP。如果往下这个路线的话，这样一路走下来，只有那里会知道 ATP。这当初在糖解的时候会产生那两个 ATP， 后来都不会再产生了。然后这些绝对是有机物，这些有机物也绝对都有能量啊。但是对细胞来说，它已经没有能力再继续把这些能量给拿出来了啊。所以真的就只能到此为止。所以酒精也是一种代谢废物，二氧化碳当然是代谢废物啊。所以对于像植物来说的话，它接下来就是要把酒精跟二氧化碳给处理掉了。好，那事实上还有一种微生物，它也会走这条路线，就是酵母菌在缺氧的时候，有没有看过那个手工的酿酒方法？传统的酿酒方法，就把那些糖、水果，有没有装到一个容器里面，然后上面封上盖子，封盖子的理由是什么？隔绝空气。隔绝空气就是要让它缺氧，逼着它要走这条路线，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酒精对它来讲是代谢废物，但是酒精对我们来说反而是一个可以再利用的东西。好，很不幸的，你看你喝那个养乐多优格优酪乳，你在喝什么？菌。酵素。不是。酸。就是在主要在喝这个啊。对啊，所以严格来说。
像那些发酵食品有没有啊？就养乐多、优格或优酪乳，我们是主要就是在吃呢发酵之后的代谢废物叫乳酸，喝酒就是在喝酵母菌代谢废物酒精。那它不要的，反而变成是我们在食品上面要的啊。这事实也许有点残酷，但是这个样子啊。所以酵母菌，酵母菌是真的哦。很多人，你们应该以前有谈到这个概念，酵母菌不是原的啊、哦，虽然它是一个单细胞，很像那个细菌啊、哦。好，所以我们就把这种呢往下的这条路，糖解之后，如果走下面，啊，现在太好了，糖解之后如果走上面这条路，我们就把它叫做有氧呼吸。你走上面这一条路，它最后需要氧气的配合，所以上面这一条路我们就把它叫有氧呼吸。那如果你是走下面这一条路呢，我们就把它叫做发酵作用。那发酵作用再分成两种，因为不同的生物发展出来的发酵的能力是不同的，所以如果是走这种最后会产生乳酸的，那我们就把它叫做乳酸。发酵，对啊，那如果是走下面这个的话，就是酒精发酵。所以一般我们在酿酒，其实利用的就是微生物的酒精发酵的能力。那你的肌肉细胞事实上在缺氧的时候、剧烈运动的时候，它也会去走乳酸发酵这样的代谢路径 ，OK 吗？所以这两条路线都可以走，所以是以资源来看。对不对？你今天有立线体这个工具很好，但是请记得要提供给他很珍贵的一个资源，就是氧气的供应。没有的话，工具在，氧气不在，没有用啊、哦。他还是会选择往下走，浪费是浪费一点啊、哦，但是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做法。所以一般其实所谓的呼吸作用啊、哦，所谓的呼吸作用，严格来说应该要分两个类型。呼吸作用的话，应该要包含。因为呼吸作用是个概念，它是有机物的氧化过程叫呼吸作用，所以应该要分成有氧呼吸跟发酵两种类型。啊、哦，那至于发酵的不同，基本上那个是不同的生物的选择不同。这样说，这是在处理有机物的氧化或能量的制造过程的不同的路径。刚讲构造的配合很重要，那这个构造需要的资源啊、哦，能不能供应也很重要。好，所以这样讲来讲去，回到这个问题了 ，ATP 到底是什么东西？OK，ATP 本身是一个核苷酸，然后它用的五碳糖是核糖。在比较次要的，就简单交代一下的。好，在它的一，你还记得它顺序吗？一、二、三、四、五。嗯，顺便复习一下。它一号碳这个地方，因为 ATP， 其实它的英文缩写就告诉你，这个地方接了。这地方接着先教你，然后五号碳这个地方，以核苷酸来讲，它最基本的啊，核苷酸最基本的是这个地方要去接上一个磷酸根，缩写 PI， 这是身为一个核苷酸最起码的三个成分：五碳糖、含碳碱基、磷酸根，还记得吗？这样就构成核苷酸，对不对？核苷酸串起来就叫做核酸，所以核酸是大分子、聚合物。你看，它这个是小单元。那你看它的组成成分是核糖，所以这个成分它很有可能会出现在哪里？它可以用在 RNA 的身上，因为 DNA 这个糖会用去氧核糖。对哈、哦，那目前那 OK 吗？好，接下来核苷酸有一种啊、哦、这个变化，我们那时候有提到磷酸根最起码一定要一个这个东西才可以叫核苷酸，可是
核苷酸的磷酸根最多可以接到三个。好，这位导师一个问题。一般我们在无机物的磷酸啊、哦，会看到那个解磷的时候，了不起就是看到磷酸根啊、哦，不过它是弱酸，所以通常呢是磷酸一氢根、磷酸二氢根这种方块，就是磷酸最喜欢的稳定的状态是这个样子。当你强迫磷酸根跟磷酸根硬是要它们两个再自己再接起来的时候，会导致一个问题，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这两个共价键会非常的不稳定。OK 好，好，所以这是一，这是二，一能量的高低，或者是不稳定的程度，一会大于二，这种是异常的共价键的接法，因为会违背磷酸根比较稳定的状态。磷酸根自己单独存在的时候，它很稳定。你强迫让两个磷酸根接在一起的时候，它们之间虽然还是可以形成共价键，可是这个化学键会非常不稳定，对吗？而且离五碳糖越外面的越不稳定。好，所以外面这两个磷酸根所形成的这个一号位置，跟往内在下一个位置二号位置，这两个化学键都很不稳定。可是越外面的是越不稳定，所以一号的化学键的能量会高于二号，能量越高，它不稳定性就越高。最里面这个磷酸根没有这个问题，最里面这个磷酸根接到哪里去了？最里面这个磷酸根它是接到五号碳，所以它有没有去接另外一个磷酸根？没有，所以我特意用白色，表示这个化学键是稳定的。你这样还是有方法可以把它给切断啊、哦，但你不去做特殊处理的话，这个化学键基本上大致是安定的。所以就导致 ATP 呢，就是在给它一个好的条件的时候 ，ATP 可以去拆解这整个分子，这整个分子就叫做 ATP。带有三个磷酸，好，带有三个磷酸的腺苷，或者你把它颠倒，啊，腺苷三磷酸，啊，腺苷三磷酸，啊，或者叫做腺苷，腺苷磷核苷三磷酸。好，那因为一号位置的化学键比二号更不稳定，所以万一一号位置的化学键打断，那我是不是就可以马上丢出一个磷酸根？然后剩余的呢？剩余这边从这边到这里应该不会动到，所以就变成腺苷磷还在，核糖还在，磷酸还有两个。好，那我们就把它称为叫做 ADP。看，对 ，ADP 那个 D 是二的意思 ，double。好，所以它现在呢，如果还接着两个磷酸，表示什么？表示它仍然手中握有一个不稳定的化学键，那个化学键还可以再打断一次。看，这个时候又会再多释出一个磷酸根。看好，然后剩余的我们就把它叫做 AMP， 那你把数字换一下，三磷酸腺苷，剩下两个就叫双磷酸腺苷，看二也可以啊，但是这样很难念的哦，双磷酸腺苷，剩下一个呢就是单磷酸腺苷 ，OK， 所以这当中这个变化到底有什么问题？你从化合物的性质来说 ，ATP 很不稳定，它很容易分解。然后呢，它的分解如果按照顺序来的话，第一次的分解先丢掉最外面的磷酸根，就会剩下两个。OK， 它的分解过程我刚刚提到一个，有生物体内的有机物，通常在分解的过程通常是可以释放能量，
所以当你去看到这样的一个反应过程的时候，如果你现在看到 ATP 分解，然后变成 ADP 加磷酸，那你就知道现在生物正在使用能量。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反应式的时候，ATP 分解产生 ADP 跟磷酸，对不对？当初呼吸作用制造了 ATP， 这种化学能是需要提供细胞用在特定的地方。OK， 所以现在呢，假设我现在真的看到 ATP 分解了，表示细胞真的有在使用这个能量。所以反过来说，如果你现在看到的是 ADP 还原变成是 ATP 呢？就像这个地方，如果这个地方写一个细节的话，你电子传递链要制造 ATP， 按照化学反应 的观念来说，那我是不是应该要提供 ATP 跟磷酸根给电子传递链，对吧？然后电子传递链会有它的方法将能量给了他们两个，然后让 ATP 还原，对吗？所以逆反应的方向就代表细胞正在产生这种好用的化学能，对不对？顺反应就表示细胞正在用掉这种化学能。这样可以接受吗？好，这边先搞定，给你们30秒，快点。我们最好认得上应该是第一张了哈，因为看起来是上得完，不管上不上得完。我把右边，等一下，算了，左边，它需要留吗？我们擦掉。所以接下来，现在看，我们重新把那个化学式再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呈现。ADP 跟磷酸根是可以接上去的，就是我可以让那个 ADP 已经拥有两个磷酸根的，再接上第三个磷酸，然后这时候就变成 ATP。OK， 好，这个反应方向刚讲，如果你看到 ADP 跟磷酸根结合，表示细胞正在产生它需要的化学能，对不对？好，刚刚擦掉的部分，呼吸之后在做什么事情？葡萄糖，你先不要写，我先把刚刚的化学式，那个呼吸中的化学那边加进来。葡萄糖的氧化产生二氧化碳跟水，是不是可以释出能量？对不对？这个氧化过程最终目的是不是为了产生糖？白色的部分都不看，你现在是看红色的部分。我黄色的部分是不是可以变成是一个单独的化学反应？变得你熟悉的，对，黄色的部分，这白色那边全部都不看，只看这边的话，它是不是可以看起来像是一个单独的化学反应？葡萄糖的氧化过程嘛，对不对？我们知道它可以释放能量嘛。右边现在黄色不看，只看白色的部分。ADP 已经拥有两个磷酸，强迫它再接上第三个磷酸，先不管它需要什么条件 ，OK， 接起来产生 ATP， 这样是不是也是看起来是一个很完整的化学反应？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说，你要让 ADP 接上第三个磷酸有困难，因为你要提供能量给它，所以它才能够还原变 ATP， 对吗？好，那所以你再看左边，葡萄糖的氧化是不是可以释放出能量？右边需要能量，左边可以释放能量，所以在细胞里面，如果我能够妥善的安排，让这两个原本看似没有什么直接相关的化学反应，它们可以在一起发生。好处是什么？你要的能量我来给，
什么？如果我们一起发声，你需要的能量透过我的氧化过程、分解过程，我把能量透过细胞的工具，就是酵素，我技巧性的把它转给你，那你要的能量就拿到了。我的分解能量也没有浪费，不要忘记了，氧化万一是发光发热，这对生物来讲有时候意义不高的。对，但如果它的分解葡萄糖分解过程当中释出的是化学能，而且这个化学能刚好被需要的地方拿走了，这个能量我是不是就可以用在刀口上面？这个就是生物体内的代谢的麻烦，就是你常常会看到明明这是看似不相关的化学反应，可是细胞最重要的就是它就是拥有这样的资源或工具啊、哦，可以把这个细胞的能量搬来搬去。我这边分解释出能量，技巧性的搬给谁用？搬给 ATP 的还原去使用。这样 OK 吗？好，所以不要用这个来看，我们把它扩大来看。有氧呼吸可不可以提供能量？发酵可不可以提供能量？OK 吗？所以严格来说，这个地方根本就是透过糖类蛋白质值，基本上其实都可以释出能量。我只要去找一个，我们讲嘛，糖类不是可以提供细胞能量来源，脂质不是也可以，蛋白质是不是也可以？我一般讲细胞是可以使用的能量，三大有机物是谁？就是糖类优先，对不对？其次脂质，对不对？最终的选择是蛋白质。所以也就是说，这些有机物的分解代谢过程，如果你能够让它释出能量的话，我可以让这个能量想办法给 ADP 跟磷酸根去利用来制造 ATP， 那就表示那三大有机物原来是用这种方法，好产生化学能。这个能量记得，好，这个能量里面有很多种，但对我们来说，对细胞来讲，真正有意义的是化学。聊，看好，好，所以接下来问题是，那分解白色箭头的方向 ，ATP 分解 ，ATP 分解代表它，代表细胞正在使用能量，对不对？所以这使用能量，我到底可以用到哪里去 ？ATP 分解的时候所使用出来的能量。请问你的肌肉活动要不要使用能量？要。所以你的肌肉细胞在运动的过程、收缩的过程就消耗了大量 ATP。看到？那你的肢体活动量并不是永远都这么大。以你现在做的来说的话，其实你肢体活动量很小，但心脏还在跳，都可以维持基本的生命机能就好了。好，所以扣除掉这种大量的肌肉细胞的消耗之外，有没有什么是平常？一直都在发生的事情，在细胞身上就在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名词叫做主动运输。细胞进进出出当中有很多的东西是需要透过能量的消耗才能够让物质进出细胞的，对吗？好，所以这个又会消耗掉能量。接下来第三个，就是那个。合成代谢，你拿这个来看，分解代谢是不是可以释出能量？时间倒过来，万一你现在你身体内你的细胞里面正在合成蛋白质，正在合成 DNA、RNA， 合成代谢很不幸的，好，你分解代谢是可以释放能量，可是当你身体在合成很多重要的有机物的时候，这个过程却是需要能量的，这样，所以它会先利用分解代谢提供化学能，然后这化学能再提供给合成代谢去合成。重要的有机物，所以这些能量大概就用在这些层面为主，不是全部，还有一些小细节。这样 OK 吗？
OK， 所以来谈一下一至三。好，有问题。一至四搞定了。好，首先跳一至四，然后再回来谈一至三。细胞物质进出细胞的过程当中，有一种是需要能量消耗的方式。OK， 这个是。前面讲细胞膜的时候，用磷脂两层所排出来的细胞膜，这样叫做一层膜，在提醒你，有很多人真的会看不懂。这样排完之后只是一层膜，你不能说不行，我不行，我就是只要用磷脂一层做一个膜，不行，因为它有它的游戏规则。原因在于，因为它的表面是什么？脂双层膜的表面都是亲水层，表面都是亲水层。中间有一个比例比较高的疏水跟水布式的空间，所以只有这样的排法才能够排出一个稳定完整的这个细胞膜。Okay， 只要生物体内有膜的地方都是用这个方式排出来的。地球上的生物基本上不是怎么样的，外星人不知道。好，那如果只有磷脂排出这道基本的界限，它的功能会非常的阳春，因为细胞基本上它起码一定要解决两件事情，它要拿到它要活下去的资源，二它产生的代谢废物要想办法排除。很不幸的，你看细胞要用到的养分包括什么？它是不是需要葡萄糖？它是不是需要氨基酸？有理解吗？点这一些有机物。而且还不能是淀粉哦，肝糖这种，因为淀粉、肝糖这种分子量太大，所以细胞能够接收的通常都是小分子的有机物，再加上那一些很重要的电离子。那我们先稍微提到一下，细胞需要的阳离子前三名，好歹你要知道，钠、钾、钙，更不要讲说我们红血球需要氢，有没有？还有一些微量元素的这个问题。然后还有一些阴离子的部分，比如说像氯离子 ，ATP 需要用到什么 ？ATP 需要用到这个东西。OK 好，一样点。好，所以这些各种的阳离子、阴离子，很多真的是细胞是需要的，对不对？来，它可以写像那个维生素，对不对？水溶性维生素、脂溶性维生素这种，好，就把它列在同样是这个。所以对细胞来说的话，它需要的东西其实就是。林林总总很多，有一些呢分子量比较大，有些真的比较小。可是不管大或小，我们发现这个大小呢，当然如果你是拿淀粉跟葡萄糖来比，这个落差太大了，淀粉是真的很难搞定，你要让它直接进入细胞，超级无敌的困难。那你可以处理一下，所以有一个叫做消化作用，消化作用在东西在干嘛？你的食物在消化道当中为什么要分解？就是为了要配合细胞，好歹你要让是细胞有能力拿进来使用。OK 哈，淀粉真的太大了，但是淀粉分解成葡萄糖，对细胞来说还在可承受的、可处理的范围，差别是这个地方。OK 吗？可是哪怕已经做到这么小的程度，我们发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细胞其实还是需要。在细胞膜上面。放适当的工具，所以在任何细胞的细胞膜上面，通常会有相当比例的运输蛋白。好，我们讲过，谈到蛋白质，一定要优先想到一个很重要的特性。任何情况谈到蛋白质的时候，请你一定要先联想到这个特性，就是专一性。现在如果把专一性搬进来，就很可怕了。我今天运输葡萄糖，我需要一个运输蛋白，起码。我要运送氨基酸，又需要另外一个运输蛋白；我要运送钠离子，需要一个运输蛋白；钾离子一个运输蛋白。我现在只是简单列哦。好，对细胞进进出出的物质来讲，都是以几十种来算哦。对，你可以去想象细胞膜上的运输蛋白的种类有多么可观。OK 吗？而且你不可能整个细胞只放了一个运输葡萄糖的蛋白质吧？可以理解吗？好，所以其实细胞膜上面。有磷脂之间穿插的非常多的蛋白质，各式各样的蛋白质，有一些是运输用的，有些可以当酵素，有些可以接收讯息。
啊、哦，所以这是常态。所以一般脂双层只能形容出这个架构，但事实上，如果你把蛋白质把它加进来的话，它有一个更好的说辞，叫流体。流体相间模型，我那时候提醒你，磷脂其实是可以飘来飘去的，卡在它们之间的蛋白质也是可以飘来飘去的，这叫流体性。啊、哦，它们有相当的自由运动的能力 ，OK 吗？然后呢，蛋白质穿插在磷脂是分子之间，这叫穿相间的特性。好，所以回到我们要讲的运输的部分，我今天如果说我要拿到葡萄糖氨基酸各种电解质的时候，很不幸的。这一类的东西，通常它要进出细胞膜，一定要运输蛋白 ，OK 吗？好，但是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我让 ATP 过来，啊、哦，这个蛋白质，比如说假设它刚好是运输葡萄糖的，每次当我要拿到一个葡萄糖的时候，请先给我一个 ATP， 然后 ATP 会在我身上用掉。那我就帮你把葡萄糖从这边送到那边，假设这边是胞外，然后这边是胞内，所以我要把细胞外的养分拿进来。拿到一个葡萄糖的前提是我得先投资一份化学的 ，OK， 划不划算？我拿到这个葡萄糖之后，将来如果顺利，我最多可以从这个葡萄糖拿到多少 ATP？ 最多是38，这投资当然是划算的、啊。对，我投资一个 ATP 拿到一个葡萄糖，这葡萄糖将来在氧气充足的情况之下，我可能可以拿到38个，换成38个 ATP， 这投资当然是划算，干嘛不拿？对不对？我今天拿到氨基酸，我细胞是不是需要吃到蛋白质？所以你不拿也不行，好吗？所以细胞基本上光每天在你的细胞膜上所消耗的 ATP， 恐怕占你一天摄取的养分起码1/4以上，因为细胞随时都在做这种事情。幸好有时候。啊、哦，有时候因为扩散的发生是什么？扩散发生的前提是要有浓度的差别，对不对？从高浓度到低浓度这个概念应该都知道。好、哦，但细胞有时候它会省下一些能量。如果说你现在呢，这些东西基本上在细胞外是高浓度，细胞内又是低浓度，这条件够好吧？可是因为它们通通这些东西，通通都是属于亲水性的。好，很不幸的，它本身的化合物的性质被防止了。疏水层这地方占的比例很高，亲水性的容易溶于水的东西，真的很难穿过中间这个地方。所以它还是需要运输蛋白的协助，可是幸好，因为它有高浓度到低浓度这个良好条件，所以这个时候呢，细胞也提供另外一种选择。这种运输蛋白呢，我就是给你一个现成的管道，但是需不需要 ATP 参与？不需要。OK 吗？好，所以同样都需要运输蛋白，原来光是一个葡萄糖细胞就起码设计了两种工具。一种是，哎，你浓度条件刚好可以跟我配合的时候呢，我就让你有一个便利的管道可以通过。可是前提是你的浓度条件要是顺向的 ，OK 啊。另外一种是，我今天细胞已经挨饿了，然后呢，可是细胞外的养分不是很多，我还是要拿，所以这个时候呢，只好投资一点能量啊，刻意去把养分拿进来。所以这两种方法，右边这个叫做主动运输，是我们刚刚讲的。那细胞常常会动到主动运输，因为没办法，细胞的生活的条件不是永远都是理想的。好，如果你现在是需要运输蛋白，但是需要那个浓度条件配合的，我们就把它叫做便利。好，便利扩散或者叫做促进性扩散。这边完全不用理会浓度，我都已经要投资能量了，你到底浓度是低到高，高到低都无所谓，这边一定要是高到低，你不能违背自然，你想要违背自然现象的话 ，OK， 请投资能量做额外的处理 ，OK， 所以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发生的时机
比如说外面的养分真的很少，可是细胞还是很缺，对不对？啊、哦，细胞里面搞不好比那个细胞外还要多，如果是很缺，那怎么办？我投资能量特意把养分拿进来。那这边是说，如果我现在刚刚好，外面的养分一大堆，细胞里面相对真的也比较少，对不对？我也提供这个工具，对，这样是不是省下能量了？我只要有适当的工具，我就拿到养分。可是这个条件不会永远都这么理想，哦、像我的话，想要找吃的很容易找到吃的，可是细胞不是这个样子，哦、它的养分不是永远都充足的。好，可是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一定要这么麻烦？我一定要借助工具才能够进来？不用，因为刚讲这些是亲水性的东西。可是你看，氧气是不是很难溶于水？二氧化碳是不是很难溶于水？那一些脂质当中的像脂肪酸、像胆固醇，这些都是属于疏水性的，很难溶于水的。OK， 很难溶于水，恰好给了一个很方便的地方。细胞膜中间这个地方叫疏水层，脂溶性的东西，它反而分子量不要太大的时候，它就从这个缝隙钻过来。所以这时候细胞膜对它来说只是一个参考的界限，就不是一个很明显的障碍了。所以这些东西基本上它能不能通过细胞膜，全部都取决于什么？全部取决于它要往膜进到出，是进还是出？哦，就是看当时候的浓度条件。所以这种它可以从磷脂分子之间穿越，它不用仰赖运输蛋白的协助的，我们就把它称为叫简单扩散。所以脂溶性的物质跟气体，只要简单扩散就搞定了。可是如果你希望它的方向是你需要的，那请那个浓度哦是要高到底。这样 OK 吗？好，教授下一拜要提醒我水的问题，讲完就搞定了。我现在一直三水的部分，啊，所以物质进入细胞的三个基本方法都在这边的，那你们应该可以比较早一点。还有，还是提醒你有问题要赶快问。半途也是，这是这个，我们那个，啊，下一个。